今天呢，我们来分享这首非常好听、非常适合用吉他弹唱的一首歌，叫《遇见》啊。这首歌男生唱的话 ，C 调指法夹到一品、二品、三品，低八度唱都很好听；女生唱的话，直接夹到五品、六品是没问题的。左手的和弦都标在了屏幕的上面，有一个 F 不会摁的话，可以变成法拉哆咪，把一弦变成空弦音。右手的节奏型呢，四拍的时候呢，可以采用四三二三一三二三，然后两拍一转的时候呢，我们只弹前两拍，跟三二三跟三二三就可以了。我给大家唱一遍这首歌。听见冬天的离开，我在某年某月醒过来，我想我等我期待，未来却不能一次安排。阴天傍晚车窗外，向右向前看，爱要转几个弯才来。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？我等的人他在多远的未来？我听见风来自地铁和人海，我排着队拿着爱的爱。